得你们真的能完成这一次潜水的挑战呢、啊？老杯就水以争锋啊！耶！老不是终点，也可以是起点，只要不放弃，努力的追求梦想就是乐活。老板，我觉得我很像喜欢上你。说什么？说对劲。不然把孩子拿掉，一了百了。我有了孩子，一定会做个好老公、好父亲，以后不会乱来。你不相信，我可以发誓。你一再搞女人就算了，现在搞了女人还不负责任。我就是要负责任，才会想出这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老规矩，自己带蛋，一盘两块半。我会亏本的。妈，用不着那么省啊。你知道吗？我就是这样左省右省，才把你们两兄妹带大的。别忘记，现在家里还有一条寄生虫。拿来，拿来。你再抢的话，我就跟你离婚。你干嘛要这样子啊？我们又不是第一次拿爸的钱，你根本没有把我当作是你老婆。哇，你这种生活，就算我做三辈子的工，都享受不到。Cindy 啊，其实我什么都没有，你到底看上我什么？就是因为你什么都没有，我什么都有，我还需要一个什么都有的人吗？我们开始吧。你坏妈妈的老女人啊，你过分啊！这样虐待我女儿的。给我回去。哦不，等一下。你把我女儿当女佣。我现在帮你教女儿啊，因为她没妈教啊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人是不打女人的，是你逼我的。都不知道现在的父母是怎么想的，我们又不是他们的续集，为什么他们还是处处干涉我们呢？可能以后我们结婚生孩子了就知道了。我放工的时候呢，是一条猛龙。哎，你很夸张啊！老刘啊，老刘，你这样的人生啊，真的太苍白啊，太没有意义了。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了，忙忙碌碌一辈子在炒火条啊，万一有一天呢、啊，突然间死翘翘啊，你们就是白活了。我们两个等着抱孙子呢。是啊，我们两个计划要环游全世界啊。家里孩子是当医生的，父亲病了都没人知道。年轻人现在只顾自己，哪里会照顾家里的老人啊？不要想那么多，你没资格当医生，你不配当医生，你走开。老爸，为什么你不生两个儿子，一个当医生，一个就可以继承你的油条档？我可以替你经营炒果条档，让你安心的回去当医生。为什么你就不能让我走我自己的路？为什么你要委屈自己？你这样做会让我觉得我欠了你啊。其实当小贩也没有什么不好的、啊、我回去医院辞职当全职小贩。你用的是肮脏钱，我吃不下。什么肮脏钱啊，我送出去的东西是不会收回的，你吃。我不要。不，你不要。你啊，到这个时候你还在耍花样，你真的是坏得无药可救。你只会说我坏，我坏还不是你造成的？我小时候你就不要我，要我跟着爸。你明知道爸是个大坏蛋吗？我跟这个大坏蛋会变成大好蛋吗？喂，你还做什么啊？我来接你下班啊，哈尼，来亲一个。嗯、不，你不要动我老婆，我就是要碰，怎么样？你敢？啊 ！Stop it！ 你的主人跑了，还不追？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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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哎，干嘛？干嘛 ？Selfie 的？不要不要不要！不要啊！等我的电影大卖，我得了奖，我就是大明星了。到时候你要跟我拍照，还要排长龙。臭小子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教养我？看，儿子啊，我儿子，儿子，我就不相信会开小。看，看看看，臭小子，你干什么？身为一个好演员，要观察入微，洞悉别人的内心世界。Sorry， 神经病啊！
你有问题啊你？你不懂的。我不懂。我看你去当个神经老算了，要不要我带你去精神病院检查一下？导演说过呢，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，所以我会很认真的演，成为一位大明星给你看。玉芬，我喜欢你，可是因为你是我的票嫂，所以我只能够把这份爱藏在心底。我爱你，我爱你。五十岁就不能参加，他根本就是七十老人嘛。慧琪姐，学潜水是有一定的难度，所以有年龄的限制是应该的。我看这个愿望啊，是要带进棺材的。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欺负老人呢、啊？老家伙，这里是属于我们年轻人的。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啊？你们讲的真难听啊，有一天你们自己也会老的。你们看不起老人？看不起又怎样？你会跳吗？你会跳吗？你会跳吗？我跟你们说啊，比跳舞啊，你们是比不过我的。我们这班活宝就这样挑战完一个极限，又接着另一个，我们活得毫无遗憾，活出精彩。无论我们有多靠近，也会有距离。如果不用心去察觉，就错过美丽。别说不在意，弟弟要珍惜，要活出自己，用真情真意。如果你有一份感动，别埋藏心里，总要经过风风雨雨才明白大理。他们挑战极限，他们永不放弃，他们是一群老人。准备开始，拥有年轻的心，他们不向年龄低头。年前